各位亞軍口位，天文台在下午2點半改發黃色暴雨警告信號，而3號強風信號生效，將會在稍後2點40分改發1號戒備信號。小犬減弱做強烈熱帶風暴，集結在香港之西南偏西約190公里，預料向西南偏西移動，時速約12公里，橫過廣東西部沿岸並逐漸減弱，但相關的雨帶仍然會為本港帶來狂風驟雨和雷暴，雨勢有時頗大。而紅雨警告仍然生效，截至上午11點半，當局收到44宗冧樹、2宗山泥傾瀉和9宗水浸報告，16男13女在風暴期間受傷。天光之後，杏花邨風勢仍然很大，涌浪拍岸，望过对岸的将军澳朦朦胧胧。昨日8号信号发出6个多钟之后，天文台正是提早了15分钟预告夜晚7点会改发9号信号。港铁即时停驶所有露天路段和机场快线。虽然多区都感受到小犬的威力，特别南区鸭脷洲更加风雨交加。不過有氣象專家說，改發9號信號的時候，8個參考的測風站不夠一半達到要求的烈風或者暴風程度。在科學上面就不達標的，但大家要知道，就是掛風球呢，其實最終的目的就是所謂大家保障大家市民的安全，很清晰見到小犬的眼壁是已經係嗨到我哋香港南邊嘅膽乾裂島㗎啦，咁所以佢再行埋啲大概30公里度咧，我哋就會受到颶風嘅正面嘅侵襲。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，如果你話唔掛個九號波啊，咁跟住如果真係走埋嚟嘅時候，臨急臨忙掛個10號波啦，咁個社會就會好混亂。認識香港天氣嘅香港市民咧，都應該知道，如果掛了8號波的話，是有機會9號波，有機會10號波。9號信號維持了4个多钟，天文台夜晚近10點發布最新的風暴消息。天文台會視乎本地風力變化，評估是否需要發出10號颶風信號。2个钟之後，在近凌晨12點再改發信號，但不是預期的10號，而是8號。天文台是綜合各方面的資料去做這個判斷的，很明顯當時這個決定就是他們較為有大一點的信心，就是小犬不會直接正面地吹襲香港。天文台應該是一個科學部門，它主要的決定就是市民的安全，就是市面的交通，我自己估計亦都我自己覺得是不應該是考慮的因素來的。近凌晨2点，天文台发出红色暴雨警告，到凌晨4点改发黑色暴雨警告。黄大仙、观塘、港岛和大屿山午夜起录得超过300毫米雨量。沙甸山不拉山道有水不断从山间涌出，犹如小瀑布。大屿山北有河道泛滥，大量洪水經渠口排到河中，水位高漲。長東路有行車線水深浸過半個車轆，有私家車死火。無線記者翟遠明道。天文台中午之前改發3號強風信號，各項公共交通服務陸續恢復。有不少的打工仔在8號信號生效的時候已經提早出門。The train to Wong Kar-wai is arriving.天文台一早預告11点40分改發3號信號，一般打工仔仲有半日打風假，但清晨6点几已經見唔少市民坐港鐵翻工，金鐘站亦都有唔少人趕翻工。風雨飄搖下，快餐店有人龍等賣早餐補充能量，有市民排隊等公司嘅接駁巴士，一等就等咗近2个钟。6点零钟就出門口。6点零翻8点都过半钟。系啊，而家等到而家。
各部公司車都滿曬啦。羅富村搭的士咧，行內嘅規矩係咁樣噶啦，可以翻到就翻咯。除了打工仔，做老闆的都身體力行。有嘢做就要翻工噶啦。啊！啊！香港嘅香港人精神。提早咗差唔多兩個鐘噶啦，我都早咗唔緊要噶，早咗咪早啲當著數俾公司咯。九巴、城巴朝早11點陸續恢復。冇港鐵接駁嘅香港仔華富村巴士站逼滿打工仔，巴士亦都爆滿。要等多一陣先有車啊！等幾耐啊？冇睇。半個鐘到咯。通常都係要提前翻工，係啦，即係費事跟太多人會比較逼車咁。打風假唔夠一日，有人話有啲失望。尷尬時候咯，呢啲嚇啫。點樣尷尬法？一係就直頭係去到下晝啦，去到下晝我就唔使翻啊嘛。工作還工作，天氣還天氣，你一定要翻工噶嘛。呢個責任上嘅問題。勞工處提醒僱主應該同僱員制定好打風下的工作安排，亦都應該盡量體諒員工，包括容許他們在家工作，又或者是有較寬裕的翻工時間等等。無線電視記者林俊添報道。睇翻昨晚九號信號生效近五個鐘期間，部分港鐵和機場快線停駛，大批抵港旅客滯留在機場。機管局說最高峰的時候一度要有大約16000人要疏導，有旅客要等超過7小時的士。小犬逐步遠離，但機場人潮不絕。機場鐵路在九號信號生效期間夜晚停駛5小時，機場巴士亦都一度停駛，不少人排隊等的士離開機場，但一車難求，有時要隔10多分鐘才有一架的士來到，排隊人龍倒灌，去到客運大樓接機大堂。現場有告示話，預計要等至少4小時。因為我送親戚嗰啲去翻泰國，咁咧佢咧可能而家就嚟到泰國啦，我都未翻到北國，6點到而家都未翻北國，都好辛苦噶啦，好攰啊，成身都好攰啊，不過都要等。5小時啦，然後還是沒有車，怎麼會等這麼久？啊，太可怕了，就感觉很绝望。最好是能煮碗面给我吃了，但是我知道是没有了。Is desperate. We want to know why hundred and hundred people wait for a taxi. It's a shame. It's a shame. It's a bad image to Hong Kong. I know many many cities in around the world, and this situation I never seen there.機管局職員向旅客派發水和餅乾。天文台近午夜改發8號信號之後，一度暫停服務的機場快線恢復行駛，港鐵調派載客量更高的東涌線列車去疏導。機管局說巴士營運商和港鐵基於安全理由一度暫停服務，已經協調爭取在天氣許可之下盡量恢復交通，而的士服務供應有限，等候時間延長，呼籲旅客盡量留在客運大樓裡面耐心等候。无线电视记者陈金报报道。机管局解释，天文台预告发九号信号的时间短，很难找到足够的的士，会同港铁探讨能不能够在恶劣天气下维持有限度服务。第一班机场快线朝早大约6點开出，机场已经冇旅客滞留，的士站人龙亦都消散。不过风暴下有嚟机场的市民同旅客话，的士坐地起价。加500，咁你覺得 O 唔 OK 咧？可唔可以接受？可以接受，咁你坐飛機啊嘛。30分 OK 嘅，正常。係呢啲天氣都比較係咯，比較危險，咁的士都要揾食嘅。機管局話，雖然天氣唔穩定，全日仍然有760班機升降，只係有少過10班航班取消。機管局提醒旅客要留意最新嘅航班情況，並且預留充足時間前往機場。對於昨晚大批旅客滯留，機管局解釋，短時間內找大批的士有困難。救風球嗰、那個預警時間比較短啦，咁其實我哋知道個情況之後咧，我即時咧係聯絡全香港嘅的士商會嘅，咁但實上全香港嘅的士咧，實在喺段時間係比較少嘅，咁我哋誒錄得咧1小時得幾十個的士咧係到機場。他說已經啟動超過100人的應變小組協助，將會同運輸署同政府審視在惡劣天氣下的的士安排，
亦會同港鐵探討惡劣天氣情況下能唔能夠保持機場快線有限度服務。無線電視記者張榮欣報導。最新消息，天文台在下午2:40改發1號戒備信號。休息一陣，回來有其他消息。